仙女，找一下仙女，仙女来一下。哟，来了。哎，可以了。送给你，哇！这是我和军哥还有大庆一起做的翅膀。哇！丹姐，你走秀，你穿啥？我穿个绿的裙子，然后我想做个翅膀，但是怎么做？咱们今天抽个时间，我想给丹妈做个翅膀，明儿走秀的时候用。哦，送她一个对翅膀。好。啊，我觉得我做手工好像可能不太行吧，因为弟弟他好像是那种不太好拒绝的人，你要拒绝弟弟的话，弟弟会就是在你边上来就得来狠，就不一定做的那么细致，那就大，但是要大，保密啊，保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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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是是，你弄那个烧烤签子吗？啊，没有，他签子有，那你就搁这弄啥呀？保密啊，保密保密啊，保密秘密。Yeah, thank you. Welcome, 哥。几乎所有的女生都有装备，然后丹妈她是把那个精力放在了做西游记唐僧的装备上，然后她的个人秀上面其实就是没有什么这种手工的东西。应该让个女模特过来，去找一个。哇，萱姐，天哪，帮我们背一下。我的天哪，这来来来，你背过来，对对对，这能别走走掉了啊？对，一会儿要试验一下，沉吗？你觉得不沉啊？你走两步，你是往前走一下，你看，不沉，可以的，就转圈啊。感动了，感动了，你们俩男的，哇，个人秀。希望你能用得上。哇！必须，我试一下。试一下，试一下，来，试一下，试一下，来来来，我给你背，我给你背。怎么固定呢？哎呀！你起来一点，近一点。来嘛，对。哎呦，厉害了！太厉害了，好看，爱你们。 I love you guys， 嗯啊 I love you， 嗯啊，哇，厉害了，我要震撼全场。穿着我的粉色球鞋啊，太好了，正好我的衣服是粉的，哇，对，可以当你玫瑰花的绿叶儿。哇，精灵翅膀，那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。哇，太厉害了！觉得啊，他们可以感受到我啊给予他们的爱吧。哎呦，唐僧，这应该是让我们袈裟做的多好。哪儿去了？还剩点了没啊？哎，他们送了我一个翅膀，你看一下。我昨天看着了，老感动了，好感动啊！最热的时候，他们登高爬树，可感动了。我坐一会儿就让雪儿姐来帮你试，两个男孩为了你，我都嫉妒了。那你们从来都没有对我那么好，你，咱俩都两季了，我都你都在我心里，你都是嘴上，我在心里为你做了那啥，做的啥呀？好多衣服，你下回给你做。下回给你做啊！哎呀，这是哪个大侠呀？哎呀，蚊帐大侠！那怎么还最后再整个锄头呢？那没办法，好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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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走吧，是不是感觉咱俩怎么办呢？咱俩，我们去扫鸡。鸡，爹来了，你叔来了。他吃饭的地儿都没怎么拉，都挺干净的。
还有点分寸。知道那是自个儿吃饭的地儿。哇，这为什么？难道下雨了吗？不会吧，陈瑜的第一次组织活动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会好运的。我待会就要下雨了，我要哭了。没事，你看大家不就很积极在对，所以说我就觉得希望弄得好一点，会好的，会好的。你咋了？很焦虑啊，听说你。你焦虑啥呀？刚都哭了，小宝贝。不是我啊，不是，因为可能这几天有点就想太多了。你想啥？就想做得好一点嘛。做得已经很好了，你看给我们都累成啥样了。我不知道时间那么少，只要你累，你帮我弄了那么多东西，多好啊！你帮我们大家做了那么多东西，别说了，别，我要哭了。收！我跟你说，这个可能是咱们桃花坞目前为止最大的活动了，是最大的活动了。很棒了，收！这才是真正的活动。哎呀，然后我一会儿走的大垮，你会不会不高兴？不行。等会儿万一有人摔倒了怎么办？或者突然下雨了怎么办？没关系。就是我们第一次彩排的时候，我是特别害怕的，因为我是从来没有做过秀导的。There'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。 哎呀，一到我这儿就没音乐了。音乐不够，因为可以重新再 repeat 吗？咱走一边，丹姐，往哪边走啊？我们先等在这儿吧。停一下，两组八个人在台上太多了。来听导演讲，排队了。第一拉木，对。二费启明，我在这儿。武大靖到。王传君，哎。宋丹丹。Yes。我今天全在叫全民，因为我觉得我严肃一点大家才会听我，我觉得我不严肃的话没人听我。现在赶紧去化妆吧。好，谢谢导演。哦，漂亮。哟，我还没带翅膀呢。哎呀，那带完翅膀更那啥了。哎，陈军，我的皇冠。哇塞，大家真的是都拼了。我这身衣服应该还可以吧。哇，这个厉害。老婆，哎呀，这孩子整的。哇，丹姐，哇哦，好好看，我们去拍照呗。要拍那个定妆吧。对，我给你们拍。 OK， 一二三。 OK。 陈瑜拍了吗？陈瑜还没。Let's go 拍照，这里好看。哇，我还这么想。